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专注于当下，并不是全盘否认生命所需求的事物，而是要你认清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在面对生命中次要的事物，便能怡然自得了。弟子问师父：烦恼即是菩提，这句话怎么解释？师父拿出一面镜子说道：你看这面镜子，背面代表烦恼，镜面代表菩提。当你看到背面时是黑的，什么也照不清楚，当你转个面来，不就可以照自己又可以照别人了吗？同样道理，当你烦恼的时候，要用一句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转烦恼为菩提，转世成智了。无论我们身处大众之中，还是独自生活，只要随时随地能知足少欲，保持正念，传递爱心和提高觉醒，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可以修行。万法皆空，这个空是缘起性空，无而显，显而空，不是不存在。你我的究竟本质是空性，却仍有你我的显现。事物的究竟本质是空性，仍有因果的显现。在生活中修无我，需要双管齐下，既要体认事物的无自性，通过有意识地削弱对自身的和外物的贪执，减轻痛苦，又要重视因果。学习布施，是改造自己兼贪的性格。延迟戒法，是改造自己恶性的行为。修养忍耐，是改造自己嗔恚的恶习。发心精进，是改造自己懈怠的因循。修学禅定，是改造自己散乱的思想。开发智慧，是改造自己愚痴的认知。三福田者，是一悲田，即对于困苦的人，我们应该量力而为，悲悯记住。二恩田，即对于父母师长，我们必须知恩、感恩、报恩。三敬田，即对于佛法僧三宝恭敬供养，能得无量福德。若我们行此
三福田，乃至布施供养，可得无量福德。进来不拒，进去不留，一切随缘，能得自在，放下即得解脱。这个世界，地球在转，宇宙也在转，就像转经筒，把你背背哄再转一般。观想所有众生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赞美嗡嘛呢呗咪吽，在念佛、念法、念僧一般，你就融在这慈悲中，感受观音菩萨的无量大悲心。我们要学习生命平等，不能歧视任何种族或个人，包括艾滋病病人。从生命的本质上看，每个生命都是一样的，平等是人类最美丽的分享，也是最温暖的关爱。真正的神通是把烦恼弄通，觉悟就是要你认识自己，找到永恒的生命。能觉他人之诈，不省于言，受人之辱，无动于色，道成敬意。无常不只是提醒我们死亡迅速，而是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每一秒都要珍惜，浪费一秒都是浪费生命。观死无常不只是帮我们意念着想着死亡而已，而是正念的提醒我们，生命很重要，要珍惜人生，而不是一个概念的一生而已，而是每个当下。自我标榜是自我渺小的体现，一个人生命品质的程度，是一种心胸的宽度。感恩报恩是快乐幸福的因，是圆满福慧资粮的因。你对一个人感恩报恩，就能得到一个快乐幸福。你对100个人感恩报恩，就能得到100个快乐幸福。你对无量无边的众生感恩报恩，就能得到无量无边的快乐幸福。爱有多大，快乐幸福就有多大。发慈悲心菩提心，就是扩大爱的范围，爱一切众生，快乐幸福才会圆满。病完全可以成为修行的方便，若能发愿让自己所生的病代替一切众生的病痛，发这个愿也是功德无量的。
所以对病也要生欢喜心。医生能治好固然好，若治不好，就自己内心调节，坦然接受。自己身体活蹦乱跳时，没想到利益众生，生病时却能想到众生的病苦，发自他交换利益众生的愿，所以生病也可看作是三宝的加持。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你是阳光，你的世界充满阳光，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你是快乐，你就是在笑声。同样的，你每天抱怨、挑剔、指责、怨恨，你就生活在地狱，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人生在世，无论是念佛修禅，还是从事其他工业，都得把心念和愿望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只有脚踏实地做出业绩。成为表率，光及社会，应庇后人，才是真正的善行和大德。空谈理想，坐持善空，不是真正的修行者，更不是真正的有志者。自己喜欢的文献警句，理应每天记住一句，如此就像辛勤采蜜的蜜蜂与积足血槽的蚂蚁，经过点点滴滴累积，日久天长，自然会变成大智者。祈祷佛法僧三宝，使加持我们一切众生，从根本上认识心的本来面目，远离一切烦恼痛苦，获得最究竟的无上安乐，而不要一直被虚幻不实的外境迷惑。一旦我们真正认识了心的本性，此时所得到的快乐会远远超过外境任何五欲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供养和布施是积累福报的最主要方法，我们若想得到福报，那必须要供养和布施。修行佛法，生生世世能带来大利益，其他世间一切临死时都带不走。即使你拥有一国财富，到时一针一线也无法随身。因此，我们要随学前辈大德，希求佛法的精神，为法宁愿献出生命。你现在不能完全做到，至少对法有难得之心。哪怕是给自己传授一句佛法的法师，也要非常感恩。毕竟佛法的价值超过世间一切有漏财富。
现代人的修行法门，在这变化无常的生活中，拥有积极乐观的态度，随时有面对不同因缘的心理准备，就是最好的安心之道。用智慧处理事，以慈悲面对人。遇到任何问题，要以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的原则，用智慧来处理事，用慈悲来处理人。有很多毛病其实是自己的恶习，除了清净的真如本性是本有的，其他的都是一种习惯。习惯并不是天生的，只要我们有勇气，恶习都可以改掉。不能讲思四物，对境生迷，境界来的时候也要有勇气抑制，没有什么暴躁的脾气是改不掉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菩提心，要具有真正想要利益众生的心。任何时候，我们的身口意都奉献给众生，经常发愿，我一个人去救度所有的众生。要具备为了众生不怕去三恶道的勇敢心，这叫做菩提萨埵。不要对任何危害你、对你不好、伤害你的人支持任何怨恨，只要放手并修持安忍。如果你遭人批评与责备，就拿它作为修行吧。它是觉悟之道，这种针对我的抱怨责难，是累世业力的显现。要修忍辱波罗蜜，尽可能用转念来平息怒气和对他人的恶意，告诉自己，那是菩提心的敌人。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本会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佛陀的正法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除了推广点灯供灯，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念善缘，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功德会主要以推广点灯供灯，提供社会大众一处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成立至今，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36,767,314盏，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18,032,2,215杯。希望借由燃灯供佛的善心、善行与善德，普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真理、平等无争的光明。此外，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具的优秀僧伽青年，
本会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无论南传、汉传、藏传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同时，在设伏方面，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童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以及海外急难救助，如2015年的尼泊尔赈灾，本会皆积极投入救援，让慈悲的信念无远弗届地触及全世界。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户生活，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免费供应饮食，爱心素食免费便当。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0年4月30日中午止，海内外免费结缘173万3488份便当，宣导吃素的意义，传扬人间慈爱温暖。此外，还有辅导街友就业，重新适应社会。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老弱病苦关怀，亲至安养院或老人之家担任志工服务。自2005年6月16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1889场。新逢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礼拜三昧水忏、护身记小蒙山，恭请湛山法师出法。日期10月23日星期六上午9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2123。法会备有消灾超荐，欢迎提早填写，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八戒离欲求出离，末法慈悲方便门，众等发心求境界，种植出世解脱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暨药师经祈福法会，恭请上果下慈法师传授及圆通寺僧团领动，日期10月2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下午攻读药师经暨佛法开示，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98986，03989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忧郁症从何而来？如何快速改善？佛教讲缘起法，万法因缘生，不是单一的原因。今天这个砖头会被敲破，一定有前面的因缘，包括现在这个东西、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啊。所以佛教在解决事情的时候啊，绝对不是单一的原因，说我吃一种药就好。你要从各种方面去思考。那忧郁症各种有可能是魔，有可能是鬼怪，对不对？但是这里面一定有你自己的业力，就是强烈我执。根本的病的因就是你没有空性，有强烈我执，有分别心，曾经造某一种业，然后现在鬼神附体都有可能。所以你这些东西呢，你都要去探讨，自己要忏悔，思维空性，多做功德，回向冤亲债主，然后呢，超度鬼神，这样，
所以甚至进一步帮助更多忧郁的人。但是往往老实讲，忧郁症的永远没有办法看出自己的我执，所以他才叫忧郁症。他不知道自己有错啊，他认为他批评就批评，骂就骂，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有错。所以我们只能同情，不能跟忧郁症的人计较那些东西。好，我们只能回向给他希望他能够改变，希望他冤亲债主能够超度，这样，所以尽力而为。然后在藏传佛教治忧郁症，他们喜欢念百字明咒然后加上甘露丸甘露丸是用佛的力量净化他身上那念百字明咒，念忏悔记，但是最主要是保持空性。所以各位，现在你就要开始练习了。这忧郁症的对治就是什么？就是柔软、忍辱这样你现在就要开始练习，这个心是柔软的我们叫无生法忍最高的阶段，那你就不会有忧郁症躁郁症。印经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